松山后卫黄兆玄受伤退场。记者曾姿如摄影分享 HBL 男甲级卫冕军松山高中，今天以77-53击败东泰高中，迎接复赛首胜。但高二后卫黄兆玄第二节就受伤退场，伤兵又增一员。第二节进行一半，黄兆玄就扶着疑似脱臼的右手，面露痛楚，防护员当下帮他做简单固定。中场还没结束，黄兆玄就在师母陪同下前往医院。在此之前，松山菜鸟后卫张志豪琼斯骨折，被设定是球队铁三角之一的高三射手黄玄敏复赛前也进入伤兵名单，两人原本的位置复赛前已改登陆李定谋及林晨峰。松山今天共有四人得分达两位数，二公尺长人林正18分、16篮板，连两场缴出双十，林立和杨成汉各15分，张志豪左二，黄炫命左三，都是松山伤兵。记者曾姿如摄影分享松山后卫黄兆玄受伤退场。记者曾姿如摄影分享。106学年 HBL 12强8赛程与最新战况5道。